一百八十七页，啊，那么倒数第四行，啊，倒数第四行，上次这个偶遇大师呢，他意思就是说，佛法当中有很多譬喻，啊，那么譬喻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法身呢，啊，众生呃不可知，所以呢，用譬喻，用譬喻来形容这个佛法。 啊，但是因为用形容的佛法啊，众生也是会有误会啊，或者是形容呢，只能形容一部分啊，只能形容一部分，所以再看一百八十七页倒数第四行第五个字啊，他说：“欲明迷雾无性，则欲空花起灭，冰水护城啊。”到这边逗点啊，就是说有时候。 呃，佛经当中，或者是佛法当中啊，祖师呢，为了让我们知道说，啊，众生呢都有如来藏啊，所以呢，迷跟悟呢都是不增不减啊，所以就是说，为了让我们知道说，迷啊，啊，或者是悟啊，迷的众生跟悟的这个佛啊，他们呢并没有实性。 啊，也没有佛，也没有众生，那么所以说，就譬喻说空花起灭啊，空花起灭就是说，比如说生死啊，如同空花啊，众生六道轮回啊，众、呃、生以为说，呃，我们在受苦啊，实际上呢，这个生灭的因缘就如同这个空中有花。 空中的花，就是因为眼睛有病，所以看到空中花。可是空中花升起的时候，实际上它也没有升起啊。那么空花起的时候无起，灭的时候也也没有灭啊。所以欲空花起灭，就是说众生呢烦恼升起了，所以六道轮回就如同空中的花升起了。那么如果烦恼断了。 啊，空中的花，这些烦恼断尽了，六道轮回没有了，那么就如同空中花灭了啊。可是不管空中的花升起，或者是空中花灭，实际上呢，空中本来没有那些花，只不过是因为呢，呃，这个眼睛有病，所以看到有这些像的生灭。那么这个是在譬喻说，众生呢迷做凡夫，实际上呢也没有生。 啊，我们的轮回在这个世界呢，实际上也没有生。那如果说有一天解脱了啊，或者是涅槃了，那么实际上众生界没有灭啊，所以说犹如空花起灭啊。为了要让众生呢明了说这个法性呢不增不减啊，迷雾呢就没有真实性啊，或者是说冰水护城 啊，冰水护神就是说，因为众生无名呢，就如同冰啊，这样坚固啊，不能作用啊。那么呢，佛呢成佛就如同水啊。这个冰的坚固性、执着性，如果去除以后呢，就如同水。水呢，它就有流动性啊，水它有自在，水可以有作用啊。那么，比如说水可以滋润植物啊，冰不能滋润啊。 冰是结冰的啊，所以呢，用冰跟水来形容说众生无名烦恼就如同冰啊，那么佛呢就如同融化以后的水有作用。可是呢，不管是冰或者是水，实际上它们的性都是一样，都是湿性啊。冰也是潮湿的，水也是潮湿的啊，所以这个潮湿的性呢，不会因为结冰说。 你说这个冰呢没有潮湿的这个湿性，好，或者是说因为这个水融化以后，你说这个潮湿的湿性才产生有增加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在说明迷雾无性，就是说众生的迷也好，佛的这个雾也好，他们的湿性呢都是一样，就是说法性、佛性都是相等相等啊，用这个来譬喻。 然后到这边一个逗点，啊，可是呢，人恐迷者为迷人生物，物一生迷，啊，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听到这个譬喻啊，啊，就会想说，哦，众生烦恼就如同呢空中产生这些花，啊，那么呢，烦恼灭尽呢，就如同空中的花消灭，啊。 可是众生就有一种疑问，就是说，那空中什么时候还会再升起花呢？如果有一天成佛以后，什么时候还会再升起烦恼啊？所以这个地方说迷能生物啊，迷会产生物，那物也会产生迷啊。就好像冰融化成水，那么请问水还会再结冰啊？水如果冬天来了，又会结冰啊？是不是佛哪一天又起烦恼了，又变成众生嘛？ 啊，好就会有这种，因为如果用譬喻来说，冰变成水是说凡夫变成佛，可是我们自然界现象，水还会再变成冰呢、欸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譬喻呢，就会让我们会想到说，冰会变成融化成水，可是水也会结冰啊。那么呢，凡夫的这个无名烦恼就如同冰，它会融化，那么变成佛。 那么有一天，这个水还会再结冰，那佛是不是还会再变成众生啊？啊，就会有这种疑问。那么这个疑问就是像《元觉经》里面啊，《大方广元觉经》里面问说呢，众生成佛哪一天，这个佛还会起烦恼吗？啊，用这个譬喻呢，会让众生产生误会啊，因为水冰融化成水，我们也可以相信，但是水又变结冰，这也是事实啊。 啊，这个事实哎，所以用这个来譬喻的话，恐怕有的人会认为说，这里说迷者呢，为说迷能生物就是冰会变成水，啊，那么呢，物易生迷，那么水也会再变成冰啊。那么佛成佛以后，是不是还会再变成众生啊？啊，就好像我们说，啊、呃，无名不觉，所以呢，这个真如呢，变成生灭啊。 那么呢？因此有人就问说：那有一天是,是佛成佛以后，这个本觉还会再不觉呢？啊，像这个起信的说，一本觉而有不觉。好了，那成佛以后呢？本觉以后是不是还会再不觉啊？啊，因为你最初的时候本觉就会变不觉嘛。那么佛的这个本觉是不是有一天还会变成不觉？ 所以众生就有这个疑问啊！所以偶遇大师这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用譬喻的话，只能一部分的解释；但是用譬喻的话，因为那譬喻的东西会让众生有一个疑惑，就像冰跟水是不是会在变啊？或者是空中会生花？你说突然这个眼睛有病，那空中生花；那眼睛没病，空中没花。可是有一天，是不是还会空中再生花？ 啊，所以这个是碧玉的，它没办法呃圆满的地方啊。那么到这里聚点啊，到这里聚点，然后再来呢，第四个又说玉名自断不坏啊，则玉如金出矿，如木成灰，到这边斗点啊，斗点，就是说碧玉啊，比如说刚才啊，佛了。 成佛以后是不是会变成众生呢？所以呢，为了要说明这个自断不换，自就是自得啊，加一个德，道德的德；断呢就是断德啊，自得就是菩提啦，啊，断德就是涅槃了，啊，意思就是说佛如果证得菩提啊。 四字菩提、大圆净智等等哈，四字的菩提，或者是正的这个涅盘啊，长乐我净的涅盘哈，证了以后呢，永远不失不坏啊，不坏不坏就是说，它不会再变众生的啦，因为前面的问题就是说，冰变成水，那水还会再变成冰啊，哈，那这样佛的智慧不是一下子智慧一，一下无名一下无名一下智慧。 那么一下常乐我净，有一下就苦空无常无我，那不就变来变去啊？哈、啊，常乐我净就是涅槃啊，那么众生叫做苦啊、无我啊、空啊、啊不净啊，那那是不是变来变去的啊？所以为了要说明这个智德呢，四智的菩提呢，跟断德呢啊涅槃的这一个常乐我净啊，这个菩提是佛正的智慧。 啊，断德呢？这个涅槃是佛正的涅槃，那么这是佛果啊。所以佛果有智德跟断德啊。简单说了，智就是菩提，断德就是涅槃啊。所以说，像《心经》里面说“已无所得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”，那个就是断的。 啊，三世诸佛都是一波罗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智得啊，所以简单来说，佛正的德啊，就有智德、断德，啊，智德就是菩提，断德就是涅槃。那么为了让众生知道说，啊，佛成佛以后哈、啊，他的智慧不会再变成烦恼了，哈，啊，他的常乐我净不会再变成不净了，不会再变成苦了。 啊，不会再变成这个无我了，不能自在哈、啊啊。这个常乐我净的我是自在的意思哈、啊。所以为了要说明说，像前面说冰变成水，水是这变成冰；众生变成佛，佛会会不会再变回去众生？那么为了要让众生明了说，佛只要证得了这个菩提涅盘以后，就不坏，不坏就是永远不失去了，不会失去。 则喻于呢，如今出矿啊，所以经典里面又在比喻说，就好像这个金呢、啊，这个呢矿沙锻炼成金以后，金子永远永远不会再变回去矿沙啊。就是说，如今出矿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把这个金呢锻炼出来以后，你从矿沙里面啊，这个铜矿、金矿里面锻炼出这个铜啊，或者锻炼出这个金子的时候呢。 那么这个金子变成金子的以后呢，永远不会再变回去矿沙啊！因为前面如果用冰变成水的时候，水会结冰啊。那么这种譬喻的话，会让人家误会，所以再用另外一个譬喻，就是说啊，譬如说这个矿沙哈、啊，经过锻炼以后，去除了这些泥沙啦、杂质啦啊这些其他去除以后，变成纯金以后。 纯金就是纯金，永远不会再变成矿，啊，就不会再变成矿。就是表示说，佛啊，只要一成佛以后，他的菩提涅槃永远不会再失去了，不会说佛又变成烦恼了，啊，佛又起无名了，或者是说、啊，佛又变成众生了，啊，那那些常乐我净通,通不见了，又变成不净，又变成苦了，啊，不会这样子哈、啊。所以就用这个金，如金出矿。 来避喻了，啊，比喻就是就表示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呢，金子已经变成金子了，不会再变回矿沙，来形容佛不会再变众生哈、啊。那么如木成灰哈、啊，就是说呢，就如同烦恼断尽了，就是像经典里面说，烦恼如果断尽了，就如同木已成灰了，已经变成灰了，啊，灰呢，这个木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烦恼断尽，不会再产生了。 就比如说这个木头啊啊，我们这个木头啊，活的时候呢，欸、有这个枝叶，它还会再长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有的树倒下来了，根在它也会长啊。我的树枝呢，无心插柳，柳成荫的，这个树枝一插下去就会长。可是呢，这个木头如果烧成灰了啊，你怎么种、怎么栽、怎么接枝、什么移植啊，永远不会再长。就是形容啊，佛的烦恼只要一断尽啊。 就如同木哦烧成灰了，不会再起烦恼了啊！这个呢，也是在形容说，这个佛的智德断德呢，永远不会坏啊。到这边逗点，然后接下来说，人恐迷者，恐怕有一些迷惑的人呢，就会想说，哦，那这样子哦，金是金，矿是矿啊、哦，那么金呢是黄金，那泥沙是泥沙，所以呢，这个一分常一分无常。 就是说，哦，如果形容金的话，哦，那金子呢是常，是清净，那么呢矿沙是不清净，不清净，对不对？那金子跟矿沙是两种，对不对？那好像菩提是菩提，烦恼是烦恼，菩提是一种，就如同金子，那么烦恼呢是一种，就如同泥沙，那么呢这样的话，一部分是常，一部分是无常。 啊，或者一部分是生，一部分是无声，啊，就好像有人说，哦，我们生中有的是无声，有的是生灭，啊，那么有的心内是无声，那么我们这生是生灭，好像我们生里面两个东西合在一起，有一个心是无声的。 是真如，那么有一个色身呢？色身一定是不净的，是生灭的。那么好像别人说，一个是常，一个是无常，一个是清净，一个是不清净，一个是呢，呃，生灭，一个是不生灭啊。所以一分常，一分无常，就是一分生灭，一分不生灭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讲金子跟矿，又有人又误会了，误会说啊，对啊，金子锻炼出来永远变金哈，啊，矿沙永远是泥沙。 啊，烦恼永远是烦恼，菩提是菩提，是不是呢？烦恼跟菩提两个是不一样啊，或者是哎呀，这个色身是生灭啊，那么呢，色身是生灭，那法身是真常啊，那么呢，色身是不净啊，那就不能说两个会会通啊，所以一分常一一分无常啊，所以再来就说，所以一切言权皆不能及。 啊，所以说不可思议啊！这个呢，一词境界，一真法界呢，或者是真如法身如来藏，那么它不可思议，就是说不是凡夫所能思维，那么也不是言语能够形容啊，不能译啊。所以说一切言权皆不能及，就是说如果用这些语言来说明的话啊，还是没办法啊。 所以前面这个偶遇大师就是说，哦、呃，这个一层一层的譬喻呢，但是都恐怕众生都还是了解的人会了解，不了解的又对那个譬喻的本身呢，会产生去误会啊。所以它譬喻的本身呢，言说的本身呢，它有一个有限性，没办法把这个事情的东西形容出来啊。那么呢？ 刚刚讲的是佛法啦，啊，佛法上面来形容说，这个呢真如如来藏法身，他的生灭无声，或者是他的如何的状况，都没办法说。下面呢又在说譬如了，下面就讲世间法好了，对不对？佛法里面没办法譬喻，就如同世间法也没办法譬喻。他说譬如盲人。 一百八十七页最后一行哈，他说：“譬如盲人啊哈，欲辨乳色。假如有人呢、啊、眼睛看不见啊，从来没有看过牛奶，不晓得牛奶长什么颜色啊。你给他茶喝，给他牛奶喝，给他水喝，那么他只知道说哦，这个是茶的味道这样子，那么这个是水，白开水的味道这样子，那么牛奶牛奶是这样子，可是他没有看过牛奶的颜色。” 那么呢，你跟那个呃眼睛从来没看过牛奶颜色的人呢、哦，啊，你要去形容他，呃，怎么形容呢？这个盲人听到人家形容说“文鹤未动”，有人跟他讲说：“啊、哎、呀，那个呢，哎，牛奶的颜色就是跟那个白鹤的颜色一样。”啊，他就想说：“哦，牛奶跟白鹤一样，哦，白鹤会跑来跑去，所以牛奶是会动的。” 啊，牛奶也会跑来跑去，会飞，鹤会飞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是鹤会叫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想说，哦，牛奶呢跟白鹤一样，那听到人家形容就像白鹤，他以为牛奶会动会跑啊、哦。再来呢，闻雪未冷哈、哦，那么有人跟他说啊，牛奶不会动了、啊，牛奶就像白雪一样的白啊、哦。那么呢，他听到白雪呢，他以为说，哦，原来牛奶就是像雪这样冷冰冰的。 啊，因为他看不到嘛，他只能摸到而已。他摸到呢，这个血是冷冰冰的。他是想说，哦，原来牛奶的颜色哦，就像血这样冷冰冰的。啊，那也不了解牛奶的颜色。再来呢，闻墨啊，味软。墨就是粉末了啊。这个墨呢，比如说面粉啊，也是墨啊。一百八十八页啊，味软。有人说啊，不是不是啦。 那个血是冰冰的啊，所以牛奶有的白不是血那种冰冰的，是像面粉这样子白啊，像面粉白白的。然后呢，他听到说像面粉，他一摸面粉软软的啊，他想说哦，白色呢，牛奶的白色就是软软的啊。再来呢，有人就跟他讲说不是面粉那样软软啊，所以就跟他讲说像贝壳的颜色啊，像像白色的贝壳。 然后他听到贝壳，摸贝壳硬硬的，他以为说：“哦，牛奶白色就是硬的，啊，种种意想终不能见乳之真色啊。”那么呢，这样种种的想法呢，通通没办法知道说那牛奶的真色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是讲世间法，世间法也没有办法呢，用这个言语来形容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吃过啊。 比如说，如果有人没有吃过菠萝蜜，那你怎么跟他讲菠萝蜜的味道呢？对不对？菠萝蜜也许你有吃过啊，我就跟你讲说啊，什么叫做神秘果？那神秘果你没有吃过，那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秘果啊。我跟你讲树葡萄，树葡萄你没吃过，我也没办法告诉你树葡萄是什么滋味了啊。那么呢，所以都没办法说了，所以。 就是只有吃到就知道了啊！如果今天给你一个树葡萄、一个神秘果、一个菠萝蜜，那你就吃到了哦。你永远就会记得是这个味道。可是如果没有吃过的人，永远都不知道啊！你怎么样跟他讲都不知道啊！这是世间法，那么何况是佛法哈、啊？所以再来说，圆觉经云：云死月运，周行暗矣。为正无为而变圆觉。 彼圆觉性即同流转，此之谓也。啊，圆觉经，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圆觉经，说众生以为说，呃，众生成佛了还会再变回众生，啊，有这种问题的，就是讲这个圆觉经。圆觉经里面说云使月运，啊，就是说如果我们晚上看月亮的时候啊，啊，月亮旁边有云呐、啊，云如果跑得很快。 啊，死就是表示说跑得很快啊，就是运动很快啊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看着月亮啊，哦，那个云跑很快的时候，整片的云都跑，整个天空的云都在跑，那么呢，那个时候你会以为是月亮在跑，其实月亮没有跑啊，那是错觉了哈、啊。所以叫做云死月运，就是说，如果整片天空都有云在跑的时候，而且云跑很快的时候，那么你不小心以为月亮在运。 运动，啊，其实月亮动，啊，我们肉眼是看不出来，啊，月亮当然有在动啊，只是肉眼看得出来，其实应该是云在飘动，啊，可是我们会以为说月亮在动，那是错觉了，哈、啊。再来周行暗移，啊，那么呢，我们如果坐在船上的时候，啊，船在动的时候呢，我们以为码头在动。 啊，或者是我们如果坐在火车上的时候，啊，你以为这个月台在动，啊，月台在动，啊，这样坐这个高铁，高铁动的声音很小。我上次坐高铁的时候，移动的这种感觉很小。然后呢，没有注意的时候，以为这个月台在走，啊，不晓得车子在走，啊，那么舟行岸也是这样，啊，那么以为说啊是这个岸呢、欸，岸边在动。 啊，那么这船没有在动啊，然后呢，再来为正无为而变圆觉，比圆觉性即同流转。那么还没有正得无为法性的人呢，来想要去了解佛的大圆觉呢，那么这个原觉性呢，就如同流转，会随着众生心、妄想心而变化啊，就是说不能够认识到真实的这个圆觉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如同。 云使月运周行暗语，众生有错觉啊！众生的心在动，以为这个缘觉性呢，它是有生灭啊。再来呢，所以这个是讲说譬喻了哈、啊。譬喻它有一个呃极限性啊，它有一个形容得出来的一部分，但是也会有一种让人家误会的一部分啊，因为它只能形容到一部分啊。 今不得已呢，更著关心一事。那么如今不得已，偶遇大师说：“如今呢，不得已啊，用再增加呢一个关心。关心就是说，以心来说啊，来解释解释啊。另有智者之下见取啊，令呢有智慧的人直下能够呢去了解这个如来藏啊。” 那么我们先翻到一百呃八十五页，啊，一百八十五页。等一下那个要关心是呢，也都是在讲这个同样的东西，就是一百八十五页，呃，奎山法和这个地方啊，他说诸佛法身啊，诸佛法身这个地方就是讲如来藏啊。我们说一始境界，第一个讲心体，第二个讲心相。 第三个就是讲如来藏，那么如来藏呢，就是诸佛的法身啊，在因地众生叫如来藏，在佛地呢就是法身，那么佛的法身就是如来藏，所以一百八十五页这里说，诸佛法身亦复如是啊，悉能容受一切众生种种果报，就如同虚空能够容受种种色相。 行类啊，一切众生种种果报，皆依诸佛法身而有建立生长啊！一切众生果报都是依诸佛法身才能够建立生长，就如同一切色相呢，要一虚空才能够建立生长啊！再来呢，这个众生呢，住法身中，为法身处所摄啊，然后呢，以法身为体，无有能出法身界分者。 就是说，众生种种果报呢，都是法身所设没办法超出诸佛法身啊。当知一切众生身中，诸佛法身一,一不可毁灭。所以在一切众生身中有诸佛法身，这个如来藏是不可毁灭的。若烦恼断坏时，还归法身；如果烦恼断尽的时候呢，那么呢，就归于诸佛的法身。 那么而诸佛法身呢？众生正的诸佛法身本界呢？无增无减，不动不变啊！这个就是形容啊。我们众生身中有如来法身，那么呢，就犹如虚空能够容受一切境界。等到烦恼断尽的时候，就归于法身。可是这个法身呢，还是一样本来具足，不增不减，不变不动啊。那么这是经文。好，现在翻到一百八十八页，啊。 第三行，这个偶遇大师呢，他说：“今不得已啊，那么因为种种的形容，众生都会误会，所以不得已也不得已哈、啊，所以更注关心一事。所以这个偶遇大师他又增加说：我们呢，观照现前心念啊，观现前一念心呐啊,啊，现前一念心体，另有智者直下见取啊。下面就是偶遇大师他说的。” 他说：现前一念心体呢，悉能容受一切众生种种果报啊。就是说，犹如虚空能够容受一切啊这些种种的色相啊，比如说虚空能够容受这些星球啦、宇宙啦、山河啦哈、啊。那么呢，众生现前一念心体呢，就能够容受众生一切种种果报。 什么种种果报，地狱果报、畜生果报啊，乃至人道的果报、天人的果报，乃至极乐世界的净土的果报，都在众生现前一念心体当中了、啊、哈，都能够容受这一切种种的果报。就是说，十法界乃至成佛啊，也不离开现前一念心体了啊,啊。那当然，九法界从菩萨以下到地狱啊。 那么也都在这个现前一念心体所容受当中啊。再来说，一切众生种种果报，皆依现前一念心体而有建立生长啊。一切众生的种种果报啊，佛的果报、菩萨的果报啊，乃至地狱的果报，通通是一现前一念心体而有建立生长。 啊，一现前一念心体才能够建立生长，啊，然后住于现前一念心体之中，为现前一念心体所设啊，所以所有任何一切法都是在现前一念的心体当中，那么呢，都是属于现前一念心体所设啊，所以呢，不管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啊、呃、前五世啊。 前六世啊，第七世、第八世，通通是现前一念心体所设，乃至色声香味触法啊，桌子椅子啊，啊，这个花草树木啊，也都是由这个现前一念心体所设啊。再来以现前一念心体为体，所有任何一法都是以现前一念心体为体啊。所谓的现前一念心体，就是一真法界啊，就是一死境界。 就是众生的心体啊，那么呢，通通任何一法都是以一念心体为体啊。无有能出现前一念心体界分者啊，没有能够超乎现前一念心体啊。那么我们上礼拜讲说，现前一念心体啊，是讲说一真法性、一真法界啊。有的人误会说我现前一念心就是真如啊，那么以这个现前一念。 那么呢，这里呢，正确说法说先前一念的心体啊。那么祖师的意思是讲说心体啊，并不是说先前一念，先前一念能做什么的这一念心就是佛啊。有的人误会说哦，先前我能够关照啊，这个就是我的心体呀。啊，我先前能够决定啊，我能够抉择啊，我能够思维啊。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心体呀、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呢《楞严经》里面阿难尊者告诉佛陀说：“我现在能够思维的啊，这个就是我的心啊。”啊，那佛就说：“那个是虔诚，虚妄相想，那是妄想心呢。”啊，那个叫妄想啊，或者是说呢，那个是幻象幻象，那么如果一有一大师来说，那个还是相分啊，也不是见分啊，见分无形无相。 啊，那个呢？呃，你能思维的啊，能感受的啊，能决定的啊，能能分别的啊,啊，那个都还是属于相分，都是六层原影的相分而已。啊，所以说现前一念心体呢，啊，绝对不可以把它误会说，我现前一念能思维啊，能感受啊，我能决定呢、啊，我要这样，我不要那样啊，啊，我有自由意志啊，或者是什么样的，那个都还是属于妄想。 的成分呢？哈，都是还是属于妄想。如果一有一大师的，呃的判定呢？哈，当然每一个人注解《楞严经》呃，每一个不一样。但是如果一有一大师他的注解说，阿难尊者讲的那个啊，都还是属于相分啊，都是相分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我们连见分都还不知道。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啊，能够想啊，能够思维啊，能够决定啊。 啊，那么那个都还是属于相分。为什么叫做相分呢？那只不过是一呢。我们缘起所有的相里面说，叫做前尘虚妄相想，就对于前尘虚妄的相所产生的一个妄想而已。那么那个妄想都还是属于这个妄相啊。那么所以说。 呃，现前一念心体呢，啊，绝对不可以想成想成那样子的啊！啊所以有的人就会批评说啊，祖师讲现前一念心是不对的，啊，那那也是误会祖师的意思啊！啊，或者有人说祖师不能讲灵知现前一念灵知心，那也是误会祖师的意思啊,啊！所以呢，祖师他现前一念是讲心体啊，这个一真法性，并不是说啊，现前一念心呃。 这个把它误会当作是，啊、呃，这个法性啊，所以再来说啊，当知一切众生身中现前一念心体啊，不可毁灭。若烦恼断坏时，还正现前一念心体。就烦恼断的时候呢，现前一念心体就能够正得了啊。而现前一念心体本界无增无减，不动不变啊，失之失之。 啊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证得现前一念心体的时候，那么它也没有增加了，啊，它也不动也不变啊。师之师之，就是说，偶遇大师叫我们思维啊，思维啊。那么呢，因为前面是讲说诸佛法身呐、啊，啊，诸佛法身。那么偶遇大师这里讲说现前的一念心体啦、啊，啊。 那么如果依照经典里面说，啊，如心佛意而如佛众生染，啊，那么呢，观心实相，观佛意而，啊，如果前面讲说诸佛法身是这样，那么呢，那是佛，观佛是如此，佛的法身是这样，能够容受一切法。 能够容受一切众生果报，然后一切众生果报都依这个诸佛法身而能够建立生长。那么一切法都在诸佛法身所设，以诸佛法身为体，烦恼断尽呢，就还是正的诸佛法身。那么呢，这个叫做观佛啊。如果以华严经里面说，如心佛意，如佛众生染，对不对？那么心佛及众生四三无差别。 那么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。如果讲到观佛的话，佛的法身是这样。那么这里偶遇大师就是观佛是这样。那么观心亦然，这个地方就是观心呐、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如果依照祖师大的意思，就是说啊，佛法太深奥啊，众生法太广泛。那么心法就是现前一念心直接观心呐啊,啊，所以。 心佛众生，如果讲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那么我们要进入佛法，当然也可以观心，也可以观佛，也可以观众生。但是心佛众生三个都没有差别，但是佛法太深奥了，众生法太广大了，那么直接呢就是观心啊。那么观心就是观现前一念心啊。 如果依照这个智者大师的观现前第六意识这现前一念心，那么这里说观心事呢，就是说，如果观心的实相也可以，观佛的实相也可以，观众生的实相也可以啊。那么前面说前面经文地藏菩萨是讲说诸佛法身，那是讲诸佛法身的实相。那么偶遇大师呢，他把它会归观心事，就是观我们众生，我们现在现前一念心。 啊，心体啦，啊，就是观心的实相啊，所以为什么它还有一个观心事啊？就是因为呢，如果要观佛的话，我们会觉得说佛不是我们的境界啊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观心啊，心呢，就是说所有的一切的果报呢，都不离开一切我们众生心体。 啊，乃至所有十方世界、极乐世界都不离开我们的现前一念心体啊，在我们现前一念心体里面建立生长啊，以我们现前一念心体为体，为现前一念心体所设啊。那么呢，这个都是讲说要观我们现前一念心体啊。那么，呃，我刚刚的说法就是说。 啊，前面呃，地藏菩萨讲的是诸佛法身啊，那么偶义大师讲的是现前一念心体，其实都是一样啊，只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，对不对？现前一念心体也好，诸佛法身也好，众生的如来藏也好，其实通通是一样。 只是呢，所用的名词不一样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那么呢，从佛的角度来说叫诸佛法身，那么从我们现前一念心呢，就是现前一念心体啊，通通是一样啊。当然呢，偶一大师是让我们直下。 承担我们这个心体的哈，因为如果有人说啊，那是诸佛法身，好像跟我们呢，呃，遥不可及一样，所以他就是说，直接再回归到现前一念心体的话，让我们直接说啊，现前一念心体，它就是这样啊。那么呢，我们再重念一次哈、啊，然后把几个字加上去哈、啊，让我们知道。 呃，这个藕大师他的意思啊，就是一百八十八页啊，还是从第三行他说，今不得已啊，更助关心一事，因为前面地藏菩萨是讲诸佛法身哈、哦，那么现在是讲说我们现前一念心体就是直指人心呐、啊，啊，直指人心呐、啊，直指我们的心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法呢，如果 用禅宗的话，禅宗说直指人心哈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智者大师他们的直指人心了啊，他们的直指人心的一个方式了哈。他说另有智者之下见取啊。他说现前一念心体呢，这个我们众生这个心体当下本质具足，本不生灭，本不来去，本不增减啊。那么呢？ 他当体也能够容受一切众生种种果报，啊！以一切众生种种果报，皆依现前一念心体而有建立生长。到这边写一个假假观，啊，假观就是说，啊、呃，如果以天台三观，就是说，任何一法都能够缘起一切法。 所以，我们现前一念心体，它能够容受十方法界一切法，它能够建立生长一切法。啊，一呢能够建立生长一切。啊，如果以花言说一即一切，啊，当然这是讲现前一念心体哦。如果前面偶一大师有讲过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，一为成呢都能够建立生长一切法。啊，这就是假观了哈。 如果依《华严经》说，一个围城里面有无量的诸佛、无量的世界啊，无量的菩萨啊，乃至一毛孔里面有无量，那么一花一叶啊，统统有无量啊，一就是无量。那么我们现前一念第六意识，乃至这个一天台说现前一念这个妄心，他的心体也是无量，他能够建立生长一切法啊，都是依这个现前一念心体而有建立生长。 啊，这个是假啊。再来说，住意现前一念心体之中，而为现前一念心体所摄啊，这就是空啊。就是说，既然呢都是现前一念心体啊，所以呢那些果报什么都是空的啦，其实都是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桌子也是空，椅子也是空啊，世界也是空，色身也是空，因为他们的心呢，它实际上就是现前一念心体而已啊。 然后呢？以现前一念心体为体，这里是中啊，中道的中无有能出现前一念心体戒分者。当知一切众生生中现前一念心体不可毁灭。若烦恼断灭的时候，还是环正现前一念心体。而现前一念心体本界无增无解不动不变啊。那么失之失之啊。 所以这个是偶遇大师为什么加一个观心式啊,啊？主要的角度就是说，观心实相，观佛亦然啊。佛是诸佛法身是这样。